立法院开议第一天，朝野气氛就很火爆。蓝白党团以原民会未编足进法补偿预算为由，将总预算退回程序委员会，让民进党团炸锅。政治操作啊！那就掐死民进党，你必须要跟他妥协嘛。民进党团扬言申请释宪，但是内部似乎没沟通好。我所觉得有一些遗憾的部分，我们会再继续透过沟通协商。党团说要释宪，执行机关却说持续沟通，让在野党痛批。赖清德为什么敢于跟在野党对抗？他就是背后有一支部队啊，他的打手啊，就大法官。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。民进党要求退回总预算，是在为人民监督、为人民把关。等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在野党要求退回总预算，就是要让国家空转，双标成这个样子啊！蓝白痛批民进党只会躲在大法官背后为所欲为，而大法官提名人选也充满争议。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要修法，将大法官判决门槛从总额过半数同意提高到三分之二，避免少数大法官就决定影响人民权利义务的巨大释宪案。我还没看到他的法条长什么样子，这个牵涉到中国国民党他们自己党内民主的问题，我们不会多说评论。执政党面临朝小野大局面，一言不合就喊释宪，不仅激化朝野对立，也让大法官的超然地位政治化。欢迎新闻陈彦凯、丹泉在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